咱遐个查某囝，都亲像飞过的珍珠同款，你头一点呐落来以后，后壁哦，就一粒啊一粒啊，水也拢落来啊。就胖嘞，我上期待的啊，是礼拜啊，美国人吼要上班。伊找是破纸遐个菜，我较早拢捌食过呢。对啊对啊，米华厝的物件，真正是足好食的。剩下的汤汁哦，都还可以拌饭吃。我也是食的，足清气的。我欲洗碗啊。你食哦。好。伊哦，不但漂，佮水，佮做会计，会使斗相共趁钱。将来啊，无论啥找着伊头，都是足好气哦。哎呀，不过你是你啊，你已经娶某，莫遐想啊。嗯。也不会是你啊。受皮，不要说是美月的，连我都不会看上你。没人讲，我自己嘛知影。就算讲哦，我长些长些像些赵虾米，赵雷啦，啊对啦，赵雷啦。就算讲我甲赵雷同款啦，缘缘投啦，头家哦嘛会将查某囝嫁我。为虾米啊？啊，你唔知啊？美国咱大姐吼，就是嫁予咱遮较早的师傅啊。不过阿公母两个人生理做了无好，生活吼过了足艰苦的。咱头家看了足唔甘的，所以后来哦，叫囝婿条件吼变到足严苛。就是讲呢，你讲啥？我也听到我的名。无啦，说你煮的菜足芳的啊。多谢啦，我今仔拢煮好啊，恁头先去吃。哦，好好好。进来哦，看书。两个。较久来学的啦。趁做兵进前哦，加学一寡啦。阿兄先行。宝莲，你去看啥？无啊，啊，就梁雄送因阿兄啊。吴为郎明明就在面前，又好像远在天边。那是无缘分。就算讲隔一道玻璃嘛未熟悉，只是这一隔，好像就甲时间也隔去了一大块。梅月，又有人来提了呢，提什么呀？提你的婚事啊！啊，算了。24岁啊，利息啊。哦，啊嘛袂衰安尼吼，伊是呆呆呢，搁考着高考吼，啊即摆现报，你搁做工程师，啊嘛才26岁尔尔呢，真少年哦。哇，条件真好哦。哈哈哈。因哦，厝内爸母啊真疼伊，而且伊搁孤囝，爱啥物就啥物。所我所了解，迄天要买电视尔。啊，要甲你交代哦。普通时啊，你伤背直啦，啊有啥你就讲啥。啊，你即摆甲这个房先生出去吼，你爱较顺人个意个，较爱笑个，安尼查甫人哦，唔只会较欢喜，知影无？我哪爱巴结伊啊？黄先生，你好。5分钟。哈？你迟到5分钟。哦，我是因为刚刚我不喜欢等人的。啊？黄先生。